果扇和写五排。我好几个月没有截图五国标了，可不可以截个五国标？没事的，实在不行咱们五个小国标也行。为了安抚一下二楼和五楼，咱们搞五个小国标也行。你仅仅那么标东西，我都拿腻了，我都不爱拿，你怎么懂？我确实拿腻了，给你一个呗。你要不去接一下杰哥的号码？小国标不是标吗，老铁？三个小国标可以合成一个大国标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小帅哥可以别吃我中线吗？小帅哥，你压力的国标在上楼，大佬你压力的国标在上楼，你玩手里压力的国标都没有吗？有的连瓦国标都拿不到，就别标了呀！你压力的国标都拿不到吗？哎呀，没国标朝下双国标，就是以下犯上，你要造出来啊！小煞神，有人连标都不敢开，地满肯定一千名开外吧？哦，还有人地满一千名开外也要开标的，兄弟们啊！装一下，演一下，你们演都不演，你演一下是吧？演一下，可以的，可以可以。哦，你这上级在搞什么飞机啊？路线被三体单吃了，兄弟们，我靠，真是一个没吃到。来来来，他叫你吃这个。难免的，让我吃，他上不了这个。漂亮。哎，小丑玩的原地抢不过马桶。拉不来，拉不来，拉不来，等我，等我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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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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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兄弟们，很棒的，很棒的，来来来，跟我，跟我打，跟我打，能打，冰住了，秒了，秒了，秒了，来来来，我一丝血。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把他治了，把他治了。谁在谁说话？全部聊住，全部聊住。五杀，五杀，给我拿个五杀！记住，拿个五杀，拿个五杀，拿个五杀！记住，那别抢，别抢！哇，小煞真的，这种人，兄弟们，不是小菊生，你上起二十速度，你上起，你看你的速度，你上起二十速度。你看这种打野，没办法，带不动啊。中单十九输出，打野十输出，边路十六输出，这种中单是真的纯搞心态的。